做这一题，四乘以六，四，好，四乘以六，好，四乘以六是多少呢？四加了六次，对不对？八，八加八十六，十六加八，十六再加八是多少？那你24，好，24，好，你那边写四乘以六是24，对不对？好，那六，你看这里六，六乘以多少也是24呢？四，你知道六乘以，那是这样子摆吗？不是，不是，好，你调整一下。六加了四次，对不对？哦，六乘以四，六六十二，十二加十二等于二十四，等于二十四。二十四嘛，好。一样的答案。一样的答案，好，那你这边自己做，两个一样的。这上面涂色吗？嗯，这个上面。不用不用，你先做，你先做。嗯。你想要什么的答案？你随便随便用一个，随便用一个。九跟九。九跟九吗？我算不出来了。八跟七好了。嗯。八跟七好不好？嗯。八。八乘以七好了。好，一下做到二十。好。八下面是七，这好快！哇，会不会太多数字？七，好好了。好了。哇，八乘以七是多少？八加八十六，十六加十六二十四，二十四加二十四等于四十八。四十八，四十八加八。四十八加八，那你说四九五十，五一五二五三五四五五五六，五十六。所以七。哎，八乘以七是五十六，对不对？好，那你写。八乘七等于五十六。那反过来有一样吗？有。七乘八等于五十。七乘八等于五十六吗？嗯。是吗？啊，七乘八是这样子吗？调整一下。不是。我这样推很慢了。嗯，好，七，七，好，乘以八，八，我这一下就拉到九了。好，七乘以八是五十六吗？哦，不是，再数数看呢、啊。七加七，十四吧。十四，对啊。十四加十四。十四加二十八。二十四，好，二十八了。二九三十三一三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四一四二四三四四四五四六四七四八四九五十五一五二五三五四五五六五十六七七乘八也是五十六，八乘以七，哦，答案是五十六，可是不一样，对不对？对，只是前面相反。前面相反。